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吃趣，我是小趣。大家都知道韭菜具有壮阳补肾的功效，韭菜炒鸡蛋更是每个人都吃过的一道菜。但是韭菜身上还有一宝，被称为天然伟哥，估计这个很多人就不知道了吧。今天小趣就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东西就是韭菜籽。韭菜籽又叫韭籽或者是韭菜仁，即我们日常食用的韭菜种子。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韭菜籽的功效为补肝肾、暖腰膝、助阳固精，主要用于阳痿早泄、遗精遗尿、小便频数、腰膝酸软、白带过多等症的治疗。现代研究发现，韭菜中含有多种营养素，如粗纤维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E 和黄素，抗坏血酸等。韭菜籽也可入药，作为激性剂。韭菜籽有补肾壮阳固精的功效，适用于阳痿早泄、遗精等。因此在中医里，韭菜有个很响亮的名字叫做壮阳草，而韭菜籽则堪称天然伟哥，所以有需要的朋友要记得经常吃哦。